啊，成十隊啊，國內嚟。嚟緊呢場係34場嘅白人基金大灣區邀請賽決賽，1號線道係安門新會宏達堂，2號線道係佛山納德里龍舟隊，3號線道係香港西區龍體育會，4號線道係珠海支昌龍舟隊，5號線道係澳門大學龍舟隊，同埋6號線道嘅東莞市老巢龍舟俱樂部嘅。這場賽事的龍舟隊伍咧，包括咗有中港隊，中國嘅係江門新隊啦、佛山啦，同埋呢個東莞市嘅。香港咧係西區龍體育會同埋澳門大學龍舟隊。中國仲有一個係珠海之昌。呢一場都好緊要，呢一場決賽嚟啊！呢場係啊，呢場決賽應該一線贏啊，應該係咁睇。冇啦，二三線攞只冇，得一四啊，一四六啊，一四六。四六，攞只唔知邊只贏？係啊，一四六就邊只贏啦？應該一號贏啦，睇個氣勢就應該一號贏。一四開係兩大陸㗎。